石之心，然后你是颜之心，我是颜之心，还有幻之心、幻之心、智之心。那你们两个可以合体吗？我们两个可以合体，合一下，合一下，可以合体，看到合体，合体，我觉得既然都要合体，要不要五星合体好了？可是没有其他星，其他人帮个忙，对啊，我们可以帮忙，你会背吗？好啊，我要怎么弄？我要怎么弄？那你演幻之心好了，太好了。等一下开始，等一下开始，你就要这样子说幻之心，哦，我是幻之心，好像宝石会从你身上喷出来。你是月之心，当然你是智之心啊，智之心，因为月之心是女生，然后你是月之心，对，然后你是颜之心，然后我会念一串魔法之后呢，你们就一起说五星合力，好，五星合力有什么动作聚在一起？然后我们就一起打那个暗黑大帝，你是暗黑大帝，暗黑大帝，然后我教你你的魔法，你的魔法就是你是那个黄仲坤大哥演的。你们同年代的不是吗？你要劝你也小吗？我们说五星合力的时候，也是说暗黑大发。对，暗黑大发。对对对对对，很棒很棒，很认真哦，因为是很每个人表情都要带到，然后你就爆炸，你怎么？我会爆炸，你会爆炸，那你爆炸像，对对对对，然后会把你身上加特效，不要再加，不要加，他等下就演了。好，先你开始，队长来，艾瑞克，站着演 ，Action。幻之心、智之心、石之心、月之心、颜之心，魔法同源，黑花相应，暗黑灵石，五星合力，大法师，抽烟！哎，儿童剧不可以抽烟。我不知道我现在干嘛。哎，可是你刚演的很认真，你演到整个脖子跟胸口都是红的。我觉得你可以加入我们蒙圈下一季，哎，可以可以，中期班也欢迎你。复播了啦！怎么那么生气啊？